这边选一只勇，他死定了。我跟你讲，这边选一只勇，他死定了。绮罗被 ban 了，绮罗被 ban 了。到底是念绮罗还是乙罗？其实我有点不太懂，是绮，而且是二声还是三声？绮，具有花纹的丝织品，如绮罗。随便，反正大家懂就好了。你就看等一下那只勇怎么死的，好不好？说到做到，明日花绮罗哦，略懂略懂。比如说出那种角色，选罗会很好打，但是罗就是你选出来，你很容易被克。比如说安奈特，比如说我上次影片说的阿莱斯特，都非常好克做克制。奇怪，为什么一直射到他？Hello， 救不到他，可惜。要确定欸，可以塔杀他欸，说真的。赢的，差点死，这塔我要了。有人来了。点不到 ，no，、啊、差一点。我劝你是不要，真是的，就跟你说不要了，不要你硬要，我只好把你杀了，兄弟。勇真的很欠杀。救我！救我！单单攻击你行不行？要修贵，我不死啊！好像我镰刀没掉。哎，对了，最近那个肺炎也很严重哦，各位记得戴口罩。那个口罩不要抢，够用就好。去超商，我去超商买都买得到，屈臣氏也一大堆，所以各位不用抢。不用囤积，对，打去啊，来啊，给他三回，开大了啦，哎、欸，大哥，开大，不然我死。对，啊、赶快走，后面有一个鬼，要修鬼啊 ，OK 吧？哎、欸，大哥，你没看到、哦？Hello， 这样就好了、啊，这样不就好了？是不是？真是的，肯定没在滑小地图就抓到。他金，你妈不，你也不想杀他，杀你都帮你推好了，没事，我忍住。他死定了，这个人。一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! 塞，谢啦，送头，耶、yeah, ，很棒很棒，很好很好，来推个钟。嗯，他看到我们，没关系，就让他看到，反正我们就是那么嚣张。可是感觉有人来了，退好了。啊、是的 ，Hello。这些人是在说 hello 吗？有人想要杀人，在这里，小朋友你不要走，他走了。走咖啡，我先吃一个这个。哦，超痛，世界痛。
全部死一死。你们看到刚才那只勇直接不用玩，就跟你说他直接不用玩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我想踢球啊。哦哦哦哦，我失误了，尴尬。觉得啊，讨厌，我是什么同拍操作？哭啊哭啊，我生气气了。哦，我们神操作，同操作啊！哇，我刚直接往前。大哥，你打哪？哇，先打后面那只野呐，野呐是最肥的。讨厌。嗯。哦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那耶娜来了。我就跟你说，那勇不用玩。开局我就讲啊，勇，别想玩游戏。游戏，加喽！哦哦，挡 ，OK， 看起来是可以一波。来点呗，来点呗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来卡在最前面。哭啊！啊，擦一下。来哦，兄弟们！这里有人在坏坏。No。波浪未来。嗯，也没有人要在下，没关系。去，给我记得要带线，带线，不然就会像这样逛，会很尴尬。然后这里有人在偷，没有，刚看到影子，就要往上走。OK， 他是没有复活的，所以我们这里要抓勇，抓勇之后什么都好打。嗯，来，耶娜不错。嗯，耶娜杀了我方两个。救我！结束了，我还有复活甲 ，nice！ 砰砰砰砰砰！统统给我下去 ！Hello， 各位，今天呢要跟大家公布一件讯息 ，OK， 信息好像也可以。反正呢，就是我退伍了 ，Oh yeah， 我退伍了。那大家一定会很多好奇的问啊 ，Gary， 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开直播？什么鬼的？嗯，
我预计三月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跟公司在四个月前，我已经跟公司请假了，请假到今年的2020年的三月，就是在这段期间，我不会接任何的其他相关事，比如说业配啊，比如说什么去参加什么电玩展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好，直播也是请假到三月份。那现在退伍这段期间，退伍到三月的这段期间，我会花更多心力在有关于未来的一些筹备的事项。对，那各位也知道，我在前几个礼拜吧，好像有 po 一个，好像过年前吧，我记得我有征剪辑师。那各位如果有看到那部影片的话，应该也知道，就是现在我还在培训剪辑师，就是花了蛮多心力的。对，然后很常要做沟通，然后每个礼拜要开会啊，讨论，基本上我们是一支片都在开会讨论啊。对，就慢慢的研究到底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，然后哪里可以贴上就是符合我的风格，那也让剪辑师可以慢慢的跟我做磨合吧，我觉得。然后呢，有关于直播的事情，就是在三月的时候才会正式的固定再回到 FB 直播。那二月的这段期间呢，其实我也会在 FB 直播，只不过呢，直播的次数就是比较少，可能就是有时候平常日的中午吧开一下，或是假日的时候开一下这样子，因为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其他地方啊。对，那如果各位想要看我影片的话呢，就赶快就是在 YouTube 一样会固定更新，这是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齁。然后还有说什么，我想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哦，还有很多人问说那个 Cora 的问题，就是 Cora 预计，也不是说预计啊， Cora 已经开了一个他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那很多人问他说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FB 开直播，他那个应该是之后应该会转到 YouTube 啦，转到 YouTube， 那他的 YouTube 应该会做生活类型的影片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他的 YouTube 频道真的超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看他的 YouTube 完全没有人会一直影片，然后订阅5000多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没有任何一支影片订阅5000多，各位你们是怎么找到的？有够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找，奇怪 ，Cora 的频道在哪里？就一找出来，哇哩嘞，5000个订阅，然后没有半支影片，然后只有一个大头贴，哇靠，厉害了！我突然想到，我们来玩一个东西好了，干脆我今天在我频道下方留言处，就在这个影片啊下方贴那个 Cora 的频道，然后你们去按订阅，我们来挑战 Cora 的频道零个影片，然后可以达到10000订阅，试试看好了。我们再加个5000订阅，它就10000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挑战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大概就跟大家公布这些事情。然后二月这段期间就是一样在 YouTube 做更新。OK， 那 FB 的直播的话，就是等到三月喽。那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 IG 私讯我。那我们下期见喽，拜。